近日，欧洲首部 3D 动画片《动物总动员》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。该动画片改编自儿童文学大师艾里希·凯斯凯特的童话故事《动物会议》，以野生动物为第一视角，讲述了动物们共同捍卫家园的故事。首映礼当天，何洁、大张伟、王峥及其女儿依依特地来到现场为影片助阵，并积极地宣传保护大自然的公益主题。这样一感觉，就是不应该那个捕杀野生动物，是吧？就吃家禽就可以了，剩下这些呢，就是要去好好的保护，这样才能让，你知道这是地球的未来嘛，然后看到咱们地球是多么的美好啊。何洁与释小龙的感情问题最近频频被媒体曝光，此次尽管是为动画片进行宣传，他还是不停地被问及感情。不过何洁的口风甚紧，一直顾左右而言他，始终没有正面回答问题。会跟男朋友一起去看动物吗？你吗？是小龙啊。是你吧。小龙是谁啊？啊、哦哦，是小龙是吗？哎呦，啊、哦，啊，男朋友是真的，是吗？好，还有可以看看，不能说啊，还算了。这个 3D 动物总动员这个小，又不是我啊。在互动现场，许多头戴动物造型帽子的小朋友与艺人们一块玩起了游戏。童心未泯的三位艺人立刻与孩子们打成一片，现场笑声不断。据悉，该片将于6月24日正式在中国公映。